职篮赛事是许多民众喜爱的项目之一。新竹工程师篮球队与竹北市公所签署 MOU， 双方未来以互惠、资源互补的方式，将竹北打造成为运动城市。这次合作的这个项目呢，有包含呢、我们有一些这个公共的建设，有部分的这个形象哦，会跟我们的工程师来做结合。除了做在地应援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呢，是要来推广我们的体育运动，希望这个正向健康的这个运动的传递，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感受到哦这个健康的气氛。双方签署合作意向书，工程师由董事长陈美玲率队前往竹北市公所，和竹北市长郑朝芳共同签下备忘录，未来透过运动行销等方式参与公所的活动。社会责任呢，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正向的一个运动风气。以前很常听到人家说，新竹人都是在巨城或是在往巨城的路上，但是现在呢，休闲几乎都是在竹北体育馆，或是在往竹北体育馆的路上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公部门和职业球团携手合作，共同为城市发展努力，也借由运动传播的魅力，将精彩赛事还有活动带给民众。记者万世莲采访报道。